就那个拿游戏，就那个张老师的弟弟，他去那个消防队那块儿，他看儿子很近视，老师说哪儿的弟弟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儿子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儿到这儿他那车油门儿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早点套出来，俺们不敢弄的。对，他们没要。他说你得这回药软化了以后一套就给套出来，那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亏了，我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寻思那么大一块？对。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5、6年以上吧。哦。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天说儿子儿子有嘛那些好什么的，耳朵聋不的，牙变下耳听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又一块。哦，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嗯。都买了。